想要用半价左右就能买得到资生堂集团最新最流行最潮最经典的明星商品彩妆保养品吗？那你看这一集就对了。今天的影片呢有一点点特别，是跟资生堂集团之一的网站 SModa 美妆购物网所合作，要来介绍他们周年庆所推出的 Snake Bus 的周年纪念版，向经典日模致敬的赵康熙系列好物，有难断难舍保养盒，还有旧爱还是最美的万年口碑彩妆盒。这个月的彩妆盒呢，我觉得有一种买到赚到的感觉，因为里面的商品真的都非常经典好用，而且甚至还有卖到断货的产品，这里面都有。那像这个唇彩也是很经典一直缺货的颜色，哇381。好，我现在呢就一边介绍一边直接示范上妆给你们看好了。那我们就先从防晒开始。防晒的话呢，这里面附赠的是安耐晒的晶钻高效防晒露，它是脸跟身体都可以使用的。它的质地呢是属于比较水润的，还蛮好推开的，而且涂抹之后不会有泛白的感觉，也不会觉得黏腻腻的。那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有防水的效果，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从事一些户外活动也是非常适合哦。接下来底妆的部分呢是非常经典的 ZA 两用粉饼，这是我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有在使用的了。那他们家的粉饼呢就是有防晒系数，所以你可以直接拿它来当做补防晒也很好用，而且遮瑕度还蛮高的。所以如果说我一直很建议年轻的女孩，如果你没有要使用粉底液的话，你可以防晒完直接涂抹粉饼，遮瑕效果还不错。那拿它来上全脸的话呢，不管你是要干用或者是湿用都非常的棒，因为它是两用粉饼，所以你只要把这个粉扑稍微的沾湿拧干之后，直接沾粉饼涂在脸上，就可以有像是上完气垫粉饼的那种轻薄裸妆的感觉。眉彩的部分呢也是相当经典的 Integrate 四色眉彩盒，谁也有的请举手。这好好用哦，因为它直接就有四个颜色了。那最亮的这个颜色呢，你可以拿来做打亮，不管是眉骨或者是 C 字部位的提亮都很好。第二格呢，它可以拿来画鼻影，让你的五官能够变得 更立体，甚至你要拿来做修容都可以。那另外还有像是深浅不同的棕色，你可以用它来描绘细致的眉形。它的刷具呢，直接也是双头的，我觉得这支刷子就非常好用了。那像这样子的一盒就可以帮你画眉毛，同时拥有立体的轮廓，真的超好用的。这次的眼影超有诚意的，是上市两个月就卖到缺货的一个限量干燥玫瑰色，很漂亮。我今天的眼妆也是用它完成的。好，我最喜欢它的颜色呢是这一个淡粉色，很多人可能都会担心说，粉色眼影涂在眼皮上会不会变成泡泡眼呢？这一颗不会，它的保湿度还蛮高的，所以不会飞粉之外，你涂在眼皮上会有一点点透明度跟光泽感，很漂亮。你用它来画眼头或者是画卧蚕，其实都算是很干净的一个眼妆。那后面这两个颜色呢，就是可以让你堆叠眼影的渐层感，让眼睛看起来能够更深邃。我觉得基本上这个简单的三色眼影就可以完成很漂亮的一个干燥玫瑰色眼妆咯。眼妆产品呢，里面还有一个恋爱魔镜超现实肌长睫毛膏，也是他们家非常经典的一个梳子刷头，非常的好刷，就是你要刷下睫毛的时候都能够刷得根根分明，很干净。那这一款的话呢，我自己也有用过，它的防水效果其实算是蛮好的，而且它不太需要使用 Z 字型刷法，只要直直的拉就可以有根根分明、干净而且很纤长的睫毛。那比较可惜的是，这个美妆盒里面没有附眼线一笔，我自己私心大推，大家可以去挑选那个恋爱魔镜的控制狂，它非常的细致，然后你可以把它画在眼尾，稍稍加长一点点，你的眼妆就能够变得更加有电力的感觉咯。唇彩的部分呢是非常经典好上手的蜡笔型唇彩 Integrate 轻染润唇彩笔，我已经包色了。那这里面附赠的呢是非常热卖的 OR381， 这颜色很漂亮。另外它里面有添加了椰子油、乳木果油跟荷荷巴油，滋润效果会更好，几乎不需要使用护唇膏就可以拥有像是水水润润的一个双唇了。这一支真的非常的好用，而且我觉得它的显色度跟持久效果其实都还蛮不错的。那如果你担心会影响它的颜色的话，你可以先用你的粉饼去遮盖你原本唇周的颜色，再涂上它就可以有漂亮的像这种亮橘色的感觉了。
完妆了，有没有真的看起来还蛮像日模的感觉呢？完全就是向经典日模致敬的一款妆容。最后一款呢，是日本男性票选第一名最爱的香气 Arua 的凝神生香。这一款真的是我好喜欢它的味道，我不是一个很爱香水的人，但是这个味道我可以，它算是结合了一个东西方的香味，所以味道上面不会太浓郁，反而会让人家觉得这个味道是很舒服、很清新、很有优雅的感觉。使用上你会觉得很像是一个女孩啊，在森林做瑜伽，或者是穿着雪纺纱到海边飘飘飘的那种香气，算是还蛮不错的。那它的瓶身设计也很美，像一个花朵的种子或者荷包之类的感觉，所以这一瓶不管是送礼或者自己用都还蛮好的，像这样子一个美妆盒我觉得太值得收藏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快速来开箱一下这个保养盒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第一款介绍的呢是资生堂很有名的蜂蜜洗卸蜜，它是洗卸合一，外观上看起来就像是蜂蜜一样，它的质地是凝胶质地，所以当你在卸妆的时候不需要起泡就可以温和的卸妆了。洗脸的话呢，它会有非常浓密的泡泡，它算是很高级的一款洗卸产品，因为它里面呢有添加蜂王乳精华。平常要买的话会觉得有一点点舍不得，可是在这个组合中就能够让你试用体验，我觉得很棒，这也是很多明星爱用的一款产品。接下来介绍的是我很熟悉的伊芙莎的产品，他们家的一些毛孔调理跟粉刺痘痘组的话我觉得都很经典，可以去试试看。那这一瓶呢是美肤机能液，它算是一款无酒精的高机能化妆水，很好用。它特别针对像是油水平衡的部分，你皮肤特别容易干燥或者是有成人痘出油状况的话，它都能够去调理你的皮脂部分。另外呢，里面还有一款开价品牌 Aqualembo 的一个 Baby 氨基酸化妆水，它算是比较滋润型的。还有像是资生堂很有名的红颜肌活露，算是为你的肌肤喝了一个保健食品，让你的皮肤能够变得更健康。这个我已经用了很多瓶了，这是小瓶的，可以让你稍微试用一下。以及资生堂很有名的百优肌活霜，它的抗老化效果很好，送给妈妈妈妈都会很开心，滋润度也很高。另外呢，里面还有 Arua 的美活沙按摩板，这一个应该很多人都有吧，它可以让你在涂抹保养品的时候同时按摩舒缓你的皮肤，达到一个消水肿的效果，也可以让后续的保养品变得更好吸收。接下来呢，还有爱杜莎非常有名的护唇精华，那这个是小熊维尼的限定款，它里面呢，算是结合了精华液跟唇膜还有护唇膏的概念，它是适合白天使用的，它有防晒系数，晚上的话呢，你可以用这一款就是磨唇的护唇霜，它的滋润效果很好，等于说你晚上涂了之后，隔天你在上唇彩的时候就会不卡唇纹，不会有干屑之类的，所以白天跟晚上都有不同的护唇产品。好，最后呢还有一瓶就是专科的身体乳，这款呢是有添加了精油，保湿效果很好，那它当然就是涂抹之后不会觉得说特别的黏腻，香味算是还蛮淡淡的自然清香，我还蛮喜欢的。它可以针对像是冬天或者特别干燥的皮肤，涂抹之后你再拿个热毛巾稍微湿敷一下，保湿滋润效果会更好哦。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次九月 Snake Bus 的一个向经典日模致敬美妆保养盒的开箱，那希望大家就算没有像梨花水源佑果、长谷川润、小松菜奈这样子天生丽质，可是我们也是可以靠后天的保养加上化妆的技巧，找出个人风格特色，让你越变越美丽。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美妆保养盒的概念真的是非常的棒，几乎用半价就可以买得到现在经典的一些明星商品，真的是很好用。就算你已经有重复的品项，你也可以拿来当做囤货，或者是把它送给亲朋好友，送给妈妈也不错哦。最后呢，我想应该还是会有人问，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这么优惠的一个 Snake Bus 呢？只有在资生堂直营的 Esmoda 美妆购物网才可以买得到哦。九月一号到十月底之前都有机会买，但是数量有限，所以建议大家赶快去逛逛吧。或者是你想要买任何资生堂集团，不管是专柜或者是开价的美妆保养品，都可以在 Esmoda 网站可以买得到哦。另外，如果你在期间内购买这个 Snake Bus 的话呢，
呢，你还或许有机会可以用99块钱就加购到伊芙莎的化妆棉，快去逛咯。好，那就这样子咯，我们下次见，祝大家购物愉快，拜。